君豪从产品设计开始就遵循 SAMI 11871的安全准则，设备在进入客户工厂之前来主动进行无毒检测、弱点扫描及提供无毒证明，还确保设备安全品质及可靠度完善，来完成设备交付。感谢呢数位产业所的支持、本次透过工研院 SetPass、企业资安评级五大指标找出资安改善的方向，协助君豪强化营运管理与资讯安全架构，并率先进行 SAMI 11871合规开发，来提供半导体及高科技产业客户高品质的产品及服务。 SAMI 11871标准提出明确的资安准则，让我们知道资安要做什么，做到什么程度。东杰科技的设备从设计开始到出货完全遵循 SAMI 11871的规范，让我们可以提供合规安全的设备给客户，在数位产业署的协助下顺利导入适合的资安系统并落地，让我们成为国际供应链中值得信任的合作伙伴。